大家好，我是兰兰。昨天有人看到我这个圆领儿是低领儿的家居服，说挺好看的，然后呢说想看看全身是什么样的。这个呢还有人问什么牌子的啊？这是华夫格的牌子，这个面料呢很舒服穿着，因为呢我夏天穿的睡衣、家居服，还有春秋天穿的呢都是这一家的，穿着呢就是很舒服，很宽松。你呢？睡觉穿也行，就比如说睡衣天里边穿着出去也行。裤子有人问裤子长短啊，它不是那种七分裤，但它也不是秃噜到脚面那种。给你们看一眼啊，男女款都有。老有人说想看裤子长短哈，给你们看，它正好到脚面上面，然后颜色呢也比较，颜色四种啊，男女款都是一样啊。你可以根据你喜欢的颜色呢去挑选。我在橱窗还有视频下方都有链接。它的特点呢就是，你看这个衣服后边长，前边短，就差这么一拃啊。哎，能挡着点儿。所以你比如说夏天啊，你出去遛个弯儿什么的，倒个垃圾穿都可以。而且它两边呢都有兜儿，它这个袖口的设计呢也是宽边的，哎，松松垮垮的，穿着很舒服。而且腰这块儿呢，它是这么宽的一个松紧口腰带这块儿，是吧？就是你现在的睡衣、家居服哈，到外面你随便一看啊，那都上百。前两天我们不是出去买内衣嘛，那一看稍微带点牌子的都300多一身，这个也不贵啊，一套59块钱。如果有喜欢的哈，您就可以买身试试啊。好了，这身家居服呢，我放在橱窗，还有视频下方也有链接了啊，有喜欢的就可以下单了，拜拜。